走进萌宠世界，发现更多乐趣。Hello， 这里是萌宠俱乐会，我是小小。国外一网友带着自家的德牧出海钓鱼，而就在这时，一群海豚突然经过。这大概是德牧第一次看到海豚，接着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。只见狗狗二话不说，直接跳进海里。这跳海的速度，主人拦都拦不住。跳下海的德牧也是一脸懵，接着就赶紧游到岸边。最后主人停下船，直接将狗狗拖了上来。真是没想到，一向聪明睿智的德牧犬怎么也会犯傻呢？无独有偶，一群海豚在船后面追着狗狗，就像是猫见了鱼一样，直接跳了下去。很多网友看到这一幕都说，狗狗是看到鱼儿溺水了，好心下去援救的。不得不说，这些狗狗真是太蠢萌了。海豚本来就是很善良的，大多数狗狗都能够和他们成为好朋友。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留言互动，小小会每天翻看留言区回复哦。想看更多优质视频，请点击左下方。